小姐，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吗？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的早点吗？特色早点啊，我们这有糕点，还有西餐。那洋东西我吃不来。哦，有那个油条。油条？我帮你问问好吗？哎，好。哎，小姐，要有油条的话，就来点豆浆。好的。哎，小姐，再带点咸菜。好的。看得见嘛，巴蒂塞呀！啊，我叫李长乐。看得见嘛，巴蒂塞呀！我叫李长乐，李长乐。请坐。先生，您的油条，还有豆浆，还有您的咸菜。哎呀，太谢谢了！哎，好。啊，先生，您吃点什么吗？餐的街嘛，巴蒂塞呀。这个。吃什么？啊，你来一样的是吧？好，您稍等。您先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糟了呀！金马巴蒂塞呀！啊，忘了，我叫李长乐。陈他金马巴蒂塞呀！我叫李长乐。让您久等了，这是您的油条、豆浆，还有咸菜。筷子，请慢用。陈他金马巴蒂塞呀！哎，对了，先生，您吃点什么？啊，我也是这么一套。好的，您稍等啊。看得见吗，巴蒂塞呀？我叫李长乐。看得见吗，巴蒂塞？我叫李长乐。请。二位请坐。二位吃点什么呢？我们要吃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是要吃老三样？油条、豆浆，还有咸菜。对。好，那你们稍等。哎，好。哎，小姐。啊。2份儿。哦，这是汉堡。对。哟，乐乐，李军儿，哎，最近在哪儿发财呢？做外贸生意。做外贸？哎，跟哪儿做外贸？跟缅甸人做外贸。你懂缅甸语？哎，我就是做这个缅甸语的翻译啊。嘿。 我最近啊认识一个缅甸人，是吗？这人太可乐了，怎么呢？每天都问我叫什么，每天都问你，而且告诉他吧，他还记不住。你说可乐不可乐？他都问你什么呀？插他肩嘛，什么塞呀，什么之类的。插他肩嘛，把你塞呀。哎，就这句话是吧？就这句话，这句话是人家向你问好，就是咱中国人见面说那个吃了吗？就那意思。 见面就这样，一说，我给人弄拧了。你，我以为人家问我叫什么，我每天告诉人家，我叫李长乐，弄得挺不好意思。更好这是，你教教我，我俩老碰面啊，再见人家见了面，双手一合啊，插着肩膀。 Body say， 插他肩嘛啊 ，Body say 呀！哎，对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我来不及了，我得上班去了啊！你跟他聊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哎。插他肩，Body say， 插他肩嘛 ，Body say。哎呦，插他肩嘛啊 ，Body say 呀！哦。 我叫李长乐。哦，哎，好，好吗？谢谢，哎，好了。啊，好，来，啊，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吧。啊，哎呦，来，小伙子。 来，那给，谢谢啊，啊，谢谢。你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哎。 哎呦呦，小心点儿，小心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好吃。嗯。 你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 有事儿吗，先生？哎，不是啊，那个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嗨，你连这都不知道啊？在这儿帮人提箱子，全都给小费的。 小费？哎，这个，嗯，我从那边给你提到那边，又从那边给你提过来，你还上哪儿？我帮你提。这不是我的箱子。嗯，箱子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这真不是我的箱子。怎么会丢了吗？慢慢放着吧。不，这真不是我的箱子。这怎么不是你的箱子呢？哎，这两位大哥。 你给评评这个理儿，我给他把箱子从那边提到这边，他这是谁的箱子？我的箱子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先生，这不管我的事儿啊！啊，先生，没你的事儿，你走吧。走。 哎呦，这不是倒霉催的吗？碰上个会拳击的，哎呦，打得我满眼冒金花，好像要发财似的。哎呦，小伙子，以后别这样了啊！你这，公，那以后我注意好不好？哎。哦。这工作了一天了，回家来，连点温馨的感觉都没有。 哎，行。啊，哦，等会儿再说啊！我看会儿报纸。老公，怎么了？白天你插门干什么？哎，来了！快点儿！哎，嗨，别闹！老公。 被我迷倒了。谁要纯种狗？谁买狗啊？有要这个德国纯种狗的吗？不买啊！你不买折腾什么呢？谁买狗？谁买德国纯种？狗？谁人？ 谁买狗啊？他不认这名狗，嗨，谁买狗？谁买狗？谁买狗啊？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干嘛呀你？你要狗吗？ 您这小狗挺可爱，特棒啊！这狗是吧？德国黑背呀、啊？什么？不是，是德国，反正是德国一个什么牧羊犬啊！对，我说哥们儿，对狗我还略知一二。看出来您懂。这狗它虽然可爱，但是呢，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串种。什么串种？什么串种？跟谁串呢？他跟狗串呢？他跟谁？嗯，大哥，你要喜欢，你抱走吧。我喜欢就抱走啊！我喜欢。哎，对对，哥，不是，你多少得给点，叫我卖狗的。那这样吧，你出个价吧。说实话，大哥，你也看出来了，我对狗啊。 不是怎么很懂？嗨，那你得有个价呀！你给个价吧，这么纯种的狗，让我出啊！行，10块钱。啊，10块钱？你杀人呢？这是？这么一条狗10块钱，连我偷狗那个啊，连我那个喂狗的那个神仙都不够啊！那所以嘛，还得你出价，我出。嗯。 嗯，五十啊！这狗肯定是一赖狗。哎，什么赖狗？这是纯种狗。啊嗨，不是，我哥们儿啊，叫我是纯种狗。嗯，50块钱我买了它，啊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这狗本身就不值钱了，不是前些年，而且现在国家对这玩意儿它有管理规定。 50块钱我买了它，啊、我再花啊5000块钱给它办一狗证，啊，养狗还得办狗证呢？你以为呢？有那5000块钱呢，我先把我自己养好了。我得5000块钱办狗证，哥们儿留着自个玩吧啊！哎哥，我10块钱我也卖行吗？10块钱我也卖。嘿，这感觉还得办狗证。 这不值钱。哎，那狗主人肯定是急疯了。我把这狗给他送回去，兴许啊，能赚点钱。哎，嗯。 是我，哎，小姐，这狗是不是您？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儿，哦，天哪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那么久，哦，乖，宝贝儿。这狗是被一个坏人给骗走的，啊，他到路口上在那卖这狗。 我一看那人就不是一好人，嗨，我就花50块钱把这狗给您买回来了，嘿，您这狗还真懂事儿，它认识家。妈妈，宝贝儿受那么多苦啊，哦，乖，总算回家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花50块钱买的是吗？啊，哎，那你就别客气了。得了，好人多啊。 这100块钱算是给你的奖赏。哎呀，那你还给钱干什么嘞？好人会有好报的。哎、再见啊，宝贝儿，跟他再见。哎呦，他都认识我了。刚才水泥厂的节目演得很精彩啊，看出他们下了大力气了。嗯，这个可以用3个字来概括，叫新奇美啊。这个县里呢，为了表彰他们的这个文化生活搞得好，给他们啊批专款，买了一台叫这个贝斯啊贝斯。 你们回去啊，要好好吹。不对，是好好拉。你看，刚才我跟你说是拉，你非告我是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好吹，不好好拉啊！下一个场是什么场？罐头场，比这个还精彩。他们是什么节目？戏歌。戏歌。对。戏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戏歌。这不一样吗？什么内容？好像是把戏改成歌了。 哎，这个形式好啊！啊，那关东厂，上来吧，来，走，你好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好，这个比较新奇，哈哈，你们这个节目是戏歌《沙家浜智斗一场》的选段，哦，把这个。 沙家浜选段改成歌，哎，我演阿庆嫂，哦，看得出来，我演刁德一，嗯，我演胡传魁，哦，好好演啊，演好了呢，咱们就上电视，就进卫星，真的，哎呦，主席呀，不瞒您说呀，为了排这个节目，我们仨人那功夫是费了老鼻子了，哎呦，但是啊，主席呀，为了。 宣传我们厂的产品啊！对，我们三个上台，把名字都结合我们厂的产品给改成艺名了。哦，还结合我们自身特点啊改的。哎，那改成什么名字了？我叫番茄酱，我叫萝卜糕，我叫红烧肉，仨罐头。哎，你们好好演啊！我们就下去看你们的节目了。哎，好，您多提意见，多提意见。哎呀，老刁、老胡啊，好好演啊！我紧张了。下一个节目《沙家浜智斗》，演出单位罐头厂，表演者红烧肉、萝卜干、番茄酱。啊，司令，嗯，这么熟是？ 他是什么人呢？你说是他？嗯。想当初老子的队伍刚开张，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。遇见皇军大的我晕头转向，多亏阿庆嫂她把我。 往那水沟一放，他在那边提壶蓄水，面不改色心不慌，把那东洋病冻轰走，救了我这一场。这样的救命之恩，我永世不忘。 像我胡传魁这样讲文明、讲礼貌、讲道德的好青年，终生嗨，胡司令啊！哎，这点小事儿您何必净挂在嘴边上呢？应该记。我那也是急中生智，事过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呀。 是吗？烟吧，请抽一支。参谋长，抽一支。阿庆嫂，实在听得司令讲，阿庆嫂你不寻常，你竟敢在鬼子面前耍哑巴耍花枪。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爷们好思想，怎能够舍己救人不哑巴不慌慌？ 参谋长，你休要牛夸奖，舍己救人不敢当，开茶馆盼兴旺，江湖义气地壮，司令他常来常往，我背靠大树好乘凉。 上前拉住这司令的手啊，让你亲个够！够了！哎，没够呢，我这还是啊！你们三个回去做罐头。知道了啊？嗯，就这儿了。呵，嗯，呵，这可真是不错，真漂亮。嗯，哎，红木的吧？嗯，嘿。 这老板很有品味啊！嗯，新港家居，嗯，这家居什么意思？嗨，这家居你都不懂啊？啊，家居就是家具。这老板啊，还是一文盲。哎呀，把家居的居写成居家的居了，不能。 现在家具都不叫家具，现在那都叫家私。家私那个字儿啊没有，那是胡编的。怎么可能？那当然了，词典上你能查查这字儿吗？那没这字儿。反正现在家具都叫家私，甭说家具了，我那2岁的女儿都不管我叫爸爸，叫什么？叫爹地。哎，咱别管怎么地了，这老板啊，水平够差。这字儿不对，哎，这字儿不对，还不如我这个啊小学毕业生呢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改过来。纸呢？给他写个思。什么思？句。哟，不能放上面。不对。 这字不对，怎么不对？现在都不叫家具，就叫家具，没有叫家私的。那个家私是编的字儿，那根本就字典上查不着。哎呀，我这跟你说不对，不能是什么叫家具？现在谁还叫家具？真老土！哎呀，就叫家具嘛。你看这漂亮多了吧？家具。 新港家具家私，你这人这么犟，哎，这顺眼多了吗？新港家私，哎，你告诉我这“私”什么意思？哎，好，哎，这是老板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那儿来了几个朋友。 我们一起去听听歌吧，新大都啊，老地方，好，晚上7点，好的，再见。哎，老板啊，您是老板吗？哎，老板，我看您门口贴着，这个谁要是提合理化建议，就奖励100块钱。是的，哎，我看您这儿有个错别字，对，我们就给改了。我正想问你们啊，这是哪一位改的呀？我，这是他要改的。其实我那个是具，是写一个家具的具。哎，这卖家具嘛，就应该写啊家具。他写这个“私”，这在词典上查不到。老板，现在没有叫家具的，土，现在人都叫家私。 什么家私啊？家私那是老鼠夹子，夹死的，那不吉利，是不是老板？哎，你看你这儿摆的这么啊洋气，你得写一家私，这忒难看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觉着呢，我还有好多的合理化建议。嗯，我觉着您呢应该多进点这个板台，高级的。 啊，高背儿的那椅子，现在老板多了啊！你没听人家说吗？电杆子倒下来砸死10个人，现在一看9个老板。老板，我觉得您这儿吧，您这儿还应该进点化妆台，专门卖给女士，她们涂啊抹呀，这离不开那玩意儿。嗯，那个也是，小伙子还得买好多的那个。 红木的那家具，哎，显得高档啊，那也好卖。现在人一看红木的，人家都买啊，是吧？那还得叫家具吧？家私，家具。老板，您得评评理儿。小伙子，我跟你们说，家具就是家私，家私就是家具。你看，那到底是家具呢，还是家私呢？我这个店为什么叫家居店？您那是个错字儿，老板。不，你找的那个美工是一个傻蛋子。那个来看看啊，喏，这些，这个，还有哦，墙上的这幅装饰画，狗，这个狗，难道？ 这也是家具嘛，所以我这个店叫家居店，顾名思义就是居家所需的一些生活用品及装饰品，所以我这才叫家居店。 明白了吗，小伙子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打打，都干活去吧。等等，我记得刚才是你说的啊，提合理化建议，奖100元，还给100块。但是今天你们破坏了我这块匾，我这块匾是专门请的名家提的。 所以，你们在走之前，每人要罚100元。罚？41号阿木。我是。哦，该你了。哎。该我了。 哎呦，这昨天晚上这球啊，那叫过瘾了啊！哎，你说那3号啊，3号那一脚啊，这他踢出去，哎，就看这球唰越过守门员，越过那横梁就进了。哎，你说这守门员这眼睛啊，那不够用的呀！哎呦，这他妈才叫过瘾呢，这才叫精彩呀！ 啊，大夫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就这球哈，咱们练个10年8年的，你练不出来呀、啊。哎，这叫香蕉球啊，那一般人不能练的。哎，大夫，住嘴，坐下。哎，你接着说。我这眼哎没治，确实没治啊。 啊，哎，你说人家，他怎么就踢出那么好的球来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先这么着啊，哎，忘不了，哎，今天晚上看完球，明天接着再交流啊！哎，好，哎好啊，哦，再见，哎，大夫啊，我这个眼啊，啊，我知道你的眼。 你这眼睛啊，有毛病，病得还不轻。嗯，我这眼啊，是你先别说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这个眼睛啊，哎呀，呈毛细扩张状，这一看就知道你经常发烧，还得风湿。不是大夫，哎，这什么你不是我不是的。 那你这人，这话怎么这么多呀？啊，哎，是你看病还是我看病？是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？您是医生，您说。所以，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说哪儿了？哦，您说到风湿关节什么的。风湿，关节。 来，我看，我把腿抬起来，哎，放上，搭上，哎呀，这注意了啊！哎呀，你这个扩张病啊，极容易引发风湿啊！风湿，哎，来。 你深呼吸，你起来，站起来，站直了，站直了，哎，深呼吸，吸，哎，行，你听见了吗？嗯，听见了吗？你得肺炎了，肺炎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呀，这肺炎可不是个小病啊，这一得肺炎，这容易引发哮喘，一哮喘你咳嗽，你整天咳嗽，你叫肺癌。 肺癌，浑身疼，这胳膊疼、腿疼、肺疼、胃疼、肠子疼。你来，好了，你的情况我先说到这儿。你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？你赶紧说说。来。现在。 能让我说话了？能，可以了。哎，大夫，你可以啊。这大夫，他不是神仙，这名医呀，也不是圣人。我知道。哎，你呀，你说吧。大夫，您刚才说我这个右眼啊，我就是说的你的右眼啊，你这个右眼有病。大夫。 我这个右眼是有毛病，我说对了吧？哎，可是早就摘除了呀。啊，我现在装的是只假眼。啊？全家欢喜乐逍遥，全家欢喜乐逍遥。